麻烦跟我哋翻去接受调查。喂，我已经讲咗真个收货地点，仲拉埋赵三球咯，仲关我事？咁不如你解释下点解林国栋会入10万蚊入你户口啊？唔好意思，阿子基，你系咪差人嚟嘅咩？仲要拉佢啊？小姐，唔好阻住佢，你冷静啲先啦。 我哋而家怀疑佢收咗毒品嘅贿赂啊！佢 MB 组里面嘅黑警，咩黑警啊？咩黑警啊？咁先唔系啦！我要救我细佬，我要救我细佬，你赔翻俾我！我而家自身都难保啊！我要救你啊！你冷静啲先啦！ 阿威 Sir， 麻烦合作少少啦。我哋 check 过你个户口，发现每个月都有一笔钱入落你个户口度。你点解释？呢啲钱系咪赵三球俾你嘅贿款啊？你唔答唔应，唔代表冇事嘅。如果你解释唔到呢笔钱，我哋一样会 charge 你。阿 Sir， 可唔可以俾我同佢倾两句？我知咁样唔啱规矩啦，不过一场火气，通融下。 OK， 唔该。阿乐，我知道你绝对唔会系黑警，但系而家形势对你非常之不利，你随时要踎监噶。你讲个真相俾我知啦，好唔好？我既然选择咗唔讲，冇人逼到我，你知我。 我知你咁做一定有原因，系咪为咗保护一啲人？我唔知嗰啲系咩人，但你咁做值得咩？值得，Gordon，好多谢你咁关心我，亦都好多谢你信我唔系黑警。但每个人做嘢都有自己原则。Sorry， 我唔系讲。 你点睇啊？我之前系怀疑过佢，但系今次如果唔系靠佢嘅情报 ，MB 一定唔可以成功接获呢一批毒品。所以，我都系咁谂。佢平时做嘢虽然唔跟规矩啫，不过以我认识嘅阿乐，佢唔会系黑警。Sir， 我之前见过入钱落位 Sir account 嗰个人，如果我去揾佢，应该可以查出真相。 咁即刻查呢个人嘅底细。Yes sir。 婆婆，你唔认得我啦？上次你摆大寿我都有嚟饮嘅咧。哦，你系阿乐个女朋友。系啊。点解净系你一个啫？系啊，佢忙紧啊。婆婆啊，我有啲嘢想问你啊。系咧，栋哥呢排点啊？冇咩特别啊嘛。 我都唔知佢发生咗啲乜嘢事，呢轮成日有差人嚟揾佢，我问佢咩事啦，佢又唔肯讲。阿乐同佢最好朋友噶啦，你帮我问下佢，阿栋究竟犯咗乜嘢事，都等我知道下。好啊，婆婆，我谂系啲湿碎嘢嚟嘅啫，你唔使咁担心噶。系咧，我之前听阿乐讲话，栋哥之前咪犯过事噶。系啊，好耐以前嘅事啦。其实嗰次发生咩事啊？ 佢就走，咁佢走嘅时候就累咗个交通警，发生咗只意外，咁佢又好内疚，一出嚟咧，佢就暗中帮个交通警嘅屋企人咯。暗中？妈咪唞下先啦，我斟杯水俾你啊。乖啊，得噶啦，冇事。
你意思即系依几年一直都有入钱落韦世乐户口度咯？冇错，呢啲钱系咪赵三舅叫你咁样做啊？绝对冇咁嘅事，啲钱的确系冇过俾佢。咁点解你俾啲钱佢啊？因为我想经佢手交俾另一个人。交俾啲咩人啊？我可唔可以唔讲？如果你唔讲，就证明唔到韦世乐系清白。你冇得拣。 啲錢係我托韦Sir交俾一個交通警員嘅韦Sir。8年前嘅一次交通意外，我累死一個交通警員。我講嘅全部都係事實。韦Sir定唔係咩黑警？趙三舅係我最近先至介紹俾韦Sir識嘅。牛哥，Happy仔，牛哥，坐。嚟嚟嚟。 Happy仔手艇好掂㗎，以前一直幫開我送貨，香港水域冇人熟得過佢。Happy 仔，阿棟係最了解我為人啦，幫得手嘅我唔會難為佢哋。呢度三雞，事情之後五雞就馬上俾埋。仲唔多謝球哥？球哥，我都想賺你啲錢，但係唔好意思啊，我應承咗另一水送貨袋先。 今次真系幫唔到你 ，sorry。 我咁辛苦先至幫你搭到條路埋趙三求生，點解你唔撈啫？你唔係好想拉佢嘅咩？你埋到佢身啊，咩證據都抄到啦。想噶，發夢都諗住添。既然係咁，點解你唔應承佢？趙三求嚟揾我幫手，我都係做個順水人情，介紹你俾佢識啫。 你金盆洗手咁多年啦，咁难得先过翻啲正常日子，冇理由为咗帮我捉个犯有差只脚埋去嘅，我过唔到自己啊！你帮我好多噶，嗰阵时我喺屋村摆档，俾人收陀地，你帮我查，我唔掂你借钱俾我，我入贼，你帮我照顾我阿妈，仲有个衰仔喺澳门嗰单嘢啊，我都系帮你做翻少少嘢啫。 我唔想你为咗报恩而再惹麻烦，我唔会俾自己朋友再行差踏错嘅。我真系冇识错你。咁啦，你乜嘢都唔肯讲，就系为咗保护林国栋。江湖传闻话林国栋为咗你愿意出卖赵三舅，所以你惊林国栋俾人寻仇。 如果我冇估错嘅话，应该仲有另外一个原因嘅。当年追捕林国栋嘅时候，有一个叫做罗志平嘅交通警讯入职，佢除咗一个老婆之外，仲有一个体弱多病嘅情妇，同埋一对年纪好细嘅私生子女。罗志平个老婆就嫁攞到抚恤金咯，但系佢嘅情妇就乜嘢都攞唔到，加上又多病，仲要凑住对仔女，根本就揾唔到工做。虽然林国栋系想赎罪，但系佢知道个情妇好憎佢，根本就唔会收佢啲钱。 所以就透过你俾啲钱个情妇，咁佢就定时入钱入去呢户口啦。阿乐，如果你早啲将呢件事讲出嚟，咪唔使搞咁多麻烦。因为罗志平喺警队里面一向都系好好先生，如果俾人知道佢有情妇嘅话，当然会闲言闲语啦。佢老婆都一定会好伤心。你就系为咗佢嘅形象唔好喺老婆心目中幻灭，所以你选择乜都唔讲，系咪啊，伟 Sir？ TVB 精彩节目片段会喺 TVB USA 官方频道每日更新，未订阅嘅你就快啲 subscribe 吧！记得揿埋下边嘅钟仔，就会准时收到频道嘅最新资讯啦！